我们把它推下来，推下来拿去溶解，溶解完之后就变成这一块。哇，这一块叫蜂蜡。未芳的业者当日刚改观未芳的生态加产品，这是到了一间高校为着进行未芳的生态研究，特别来到台西参观未芳的生态环境。我们要进行一个蜜蜂生态的研究，然后台西这个地方有蔡先生在这边养蜂，所以我们特地找时间，然后专程跑来这边，然后希望由蔡先生的经验，特别在台西这一块。算是蛮特殊的地方，能够也养蜂养得这么棒，然后给孩子们很不一样的那个视野，这样子。品尝到我们在蜂巢里面现挖的这个蜂蜜，还有现采当天现采回来的花粉甚至我们如果有蜂王乳的，刚好在制作的时候都可以品尝得到。那配合学校的生态教育，这个除了说我养蜂协助当地的农民授粉之外。那再提供我们教育界做一个蜜蜂生态的一个解说。参观的过程也让学生吃香味和花粉，这群国小学生不但不怕香，连香蜜他也敢吃。这就是蛹，来，那一个接手。我刚吃那个蛹，然后我觉得没什么味道，因为我配花粉吃。我刚吃的是花蜜，然后结晶蜜它吃起来沙沙的，但是甜甜的。这个活动透过目睭观察，用手摸，用嘴来品尝，进一步了解蜜蜂的生态，对学生来讲，这才是上好的教材。记者吴昌平采访报道。